嫌他太费工，看那一本
起闺名啊。谁家要是死了人，我就给他看看风水什么坑。有人说我是刑天把人哄，还有人说我算卦不老灵，明知道自己咋回事，在人间哪、啊、人间我还得装正经。我说我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来，我是那天上的开门金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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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越来越少了哦。这几年呐、啊，生意淡，冷冷清清，许多人呐、啊、忘记我这赛孔明。已经花尽啊，到年关呐、啊，没有钱啊，怎么能行啊？啊啊啊啊啊啊啊哎，一百几万戴小帽，绞死人！今儿个呀，这老天爷真要叫我关二爷走麦城喽！驾！哎，那边来个小伙子，赶着毛脸身背钱袋，那钱袋里鼓鼓囊囊，一定是有钱。